来到英雄联盟。十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除。小王。大王，不要。怕。全军出击，圈儿二，我来炸弹，四个顶连队，剩一个标怎么办？托管看队友的，拿下了呀，兄弟！炸弹，那要不起！俺一个跟头能翻10万8000里。小心点儿！不要！我就一张牌了，那要不起！这是上路吗？打个奶吗？我揪你的奶，这什么意思？挺凶啊。好痛啊。他可能要过来上第二个草丛里边抠，我们直接回家。别人满血了，那他再回血的，我能咋整？而且他套了我一个点盐，那套就套呗，那没办法。这把出个死刑行不行？这赛季没了，大乌龟夺冠了。说实话，大乌龟或者是苏宁夺冠都可以。苏宁夺冠，那我们3连冠；苏宁不夺冠，大乌龟夺冠可以让苏宁成长一点。怎么样都不亏，好吧？一个冠军换苏宁的成长，那他要是菜输了，那我也没办法呀，那咋整呢？那要是输了，那就输了呗。那输了，那你还能怎么办呢？那这不是换不换的问题，这是你自己这有没有实力的问题。哎呀！结账啊！啊，上把没结账啊！啊，没结账上把，早不说呢，那打完游戏怎么没人说呢？上把不是 MVP 呀、啊。
之柱。等会儿啊，我看一眼。哎，上把不是 MVP 吗？上把是 MVP， 为什么会左右啊？第一把对线对的铁男，上把是 MVP， 为什么右边你不是 MVP？ 我怎么不是 MVP？哎呀，技能释放的可以啊，我上把是 MVP 啊。怎么不是 MVP？ 这不 MVP 吗？等会儿啊，好了，等我先回家啊。这不 MVP 吗？这不 MVP 吗？这 MVP 截左边啊，你们为什么下右边啊？那我截了啊、哦。截了啊、哦。他以为是这一局的，那我们留了吧。反正也没有多少鱼丸，说实话，上把忘截了，这都进行到八分钟了，留了得了。那等，这不又死了吗？我拿我的棍儿捅你的奶呀！这波本来不用交闪的，跑的倒挺快。杀八个那给你截了吧，哎，算了，都留着得了。这个真的，这个也不好弄，重开一个啊、哦，上把忘截了，不好意思。反正也没有多少鱼丸，你就重下吧。哎呦，我真的好疼。哎，我的腰好疼哦。对，大家以后记得啊，我这个记忆力呢可能有点问题，打完以后你就直接就出来就跟我说结账，出来就跟我说结账，你刷屏都没关系。
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鱼丸，也不是我的鱼丸，也不是别人的鱼丸，自己上点心啊、哦！现在别跟我在这刷屏，现在刷屏就给他封了。太夜了呀，这有点夜了，空调一开有点夜。等一下这奶妈，看看这奶妈上哪去了，控一手线啊，这个兵线把它控在这里，只要这个奶妈现在出现在我视野范围之内就是已经死了，只要他再出现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，哪去了？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招俺老孙。人儿呢？塔下挂机了，你这奶妈真是你牛逼，54刀有点冷了，就除非我们几个越塔杀你呗，放我进去，他 A 了一下眼儿，行，你的猴子厉害还是阿斌猴子厉害？那肯定是我的猴子厉害，我们这专业都不一样，这都没有可比性，好吧。能打过应该。哎，怎么开始卡了呢？怎么的，阿斌拔网线了？这样不行啊，这样可不好。怎么开始卡了呢？这也太卡了吧！这家伙瞬移了，开始。哎呦！我今天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击杀掉这个解脱者。哎呀，这也太卡了，我重上一下吧。别卡啊！别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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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千万别卡我！求求求求了，好吧，别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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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万别卡！实在是有点，实在是有点卡。别卡啊！
到点儿了。4-11，4-1，我居然被塞拉斯给杀了，我天哪！来来来，这波我们起飞。你也打不死这皇子吧？哟，这辅助必须这么高吗？先把这塞拉斯抠死，全能石，全能石万豪，哎，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毛病啊，就是你卡归卡，但不是你自己网的问题，好像你只要重上游戏它就不卡了。这边往右边点，省着他一个 W 探草，没有视野他就死，他不可能经得住诱惑不出来，在这就在这等他，那 ADC 就在这等他，他100%会来，我们就在这等，啥点出来啥点算，看他能上哪里去。挂机了，人儿呢？那我就把他下塔拆了吧。你说他逛街逛了半天，逛到这里啥也没干，也不知道干啥呢。你是打了个小破红 buff， 你这来下路补会刀不好吗？那我打个蓝。然后还死了，这就是这个 ADC 这3分钟的动向吗？就这水平，哦，来吗？呀，这也能扣着我，我都站在最边上了。卡萨丁344，碰着，哦呦，1换1，这怎么金身现在才用啊？这把出一个简单的装备。简简单单搞一个黑切，被动重叠了，重叠了一个加速效果，还好吧，没关系。没见过三项黑切流吗？我干的，这怎么能没吹着呢？这风，中风，人头给我漂亮。
磊吗？啊，磊吗？磊给你救了，磊吗？上边怎么死的？不知道是吧？上边怎么死的？不知道了是吧？我干他！一个人守房子。万豪能打死不？哎，直接上来！杀 ADC！ 呀，你爹来了！你爹来了，那就算了吧。算了，我这。直接清人了，好吧，直接清人了，不出白不出，出了吧，穿透流，破脚，孙悟空获得20移动速度加强，旋转他的金箍棒，击飞附近敌人0.6秒，并在2秒里持续造成共571加上12%最大生命值的物理伤害。8秒里可以再次释放，随后会进入冷却阶段。这说明俺们一个大在没有护甲的情况下能打多少呢？比如说这个塞拉斯，他有1000，看看卡萨丁吧。卡萨丁有2000滴血，2000滴血10%最大生命值，12%。哈哈，跟我打，我这叫清远兄弟，这怎么人这么多呢？我们家队友呢？10%最大生命值，12%。我觉得这个大招他得加强一下，他这一个大招还不抵万豪一个扣，你加，是不是？应该打个50%差不多，像万豪的技能似的。啊，三级好像是20%，三级。有点装杯了啊，有点装杯了，这一会儿
哎呦我细节呀，你今天这塞拉斯要能跑啊，我就不叫蓝莲汉，从今以后塞拉斯就是我爹，我姓塞。这套出装还是不太行，有点稍微有点脆，没抗性，光有血量。三级大招20%吧，看看啊，16%，还是有点低呀、啊。怎么的呢？这波我上来有脾气呗，就杀他奶妈呀！闪现走。哎呦 ，R 闪。还剩个塞拉斯，拿下！漂亮小黄毛，1700把破败除了，太脆了，这头没有吸血。我说这奶妈怎么打不动呢？出这玩意儿给你出的反甲日炎加布甲骸，还整个红宝石，那有虚区吗呢？打人掉血吗？拿下。别老一整我一死就在这儿，哎呀操盘，我就讨厌这种人，真的我就烦这种弹幕，别让我